跨过这个。哦，还有个这么死，今天是我们入住哈娜奥利饭店的第二天。然后呢，昨天晚上就是我有去泡它里面的大众池。那今天早上我六点又起来泡一次，它里面大概有3到4种的汤。然后我们这边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湖，超漂亮的。我们现在就是一群观光客，然后要去搭海盗船，然后去那个箱根神社的水上鸟居拍照片。前面就是湖了。今天是艺术生的一天日常。我们艺术生呢，平常就是艺术生，因为我是艺术大学的人。哦，但我不是。艺术生呢，平常就是喜欢接近大自然，然后从这个大自然。海盗船了。就会从大自然中获取一些灵感。海盗船，我要成为海贼王。海贼船还是他？天哪，超多人都是要来拍海盗船。耶！我们要上船了，我现在已经在船上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贫富差距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普通人坐的位置，但是我们跨过这个墙之后，就是要加价收费才能进去的地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贫富差距。刚刚船舱内就比较温暖，我刚才在外面啊，然后它整个风超级大，真的。然后会把头发吹乱掉。对，我已经整理好了，我是早上起来弄了大概至少有半小时，然后直接吹乱。对，没有在尊重我。那边真的比较温暖，而且它的船很稳，对，就不太会晕船，对，完全没感觉。刚好拍到里面，又拍到自己。他这边就是有卖一些吃的。大家都在这个神社拍照。现在这个天气有点进入到寒冷的状态了。然后你说你穿几件？我穿，其实这样子算1.5件，因为我这就洞洞啊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件。超冷的。走。这个点就是大家都要拍照，超多人。日本连玉米浓汤都可以弄成这样子罐头装，那还是很香哦。跟麦当劳一样，真的？那就是麦当劳。我觉得喝起来就是麦当劳。出蓝天了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失落的男人。就只是因为没有跟到自己的 idol 合照，还要打扰人家生活。哎呀，他拒绝我的时候，他应该这样，对，这是他的新歌。哎，这个真的很粉。哎，又不是他拒绝你的。我早上就不要问经纪人。我觉得你不要问他本人，你没有跟他讲过话。我们现在要坐车去大涌谷，然后要搭这个缆车。哇，铁吧，超快！我们现在在这个缆车上，现在空间很大。回首，要被拒绝。耶！我们看王美拍照。妆是他的第一个流程，然后我们会需要第二个工作人员在这边帮他拍照，然后呢，我们往上面看会有一个工具人帮他打灯，然后其他人就会在这边干等他拍照。你的包包？啊，这样很重是吗？对啊，你这么正啊？这能见度大概就只有10公尺不到吧。今天入住新的温泉饭店是 Hyatt 的 Regency， 就是比较高级的饭店，然后它已经布置了很有圣诞节的气氛了。
这个洋葱圈里面真的真材实料的有洋葱。潘雅的这个某某 juice 是真的，它应该是真的桃子去榨的，要不然它不会有上面是泡沫，而且它喝下去就是真的水蜜桃。我听到高山的水蜜桃在呼唤，超好喝，我的天！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我们两排在右边等他，他就往左边走，左边是那个辅助啊，就是电梯对的方向。它下面很华丽，但是它上面就是很简单。我觉得有点过于商业化。它的门，它门很大坑。我们今天是边间房。边间房。那希望大家进去会大开眼界。好。就是我们进房了之前，要敲敲门，敲门。我叫马西马斯，还要讲日文，还要讲日文。哇，很大哎，超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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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大！因为它的这种木屐应该是给我们穿出去。嗯，对。哇，好大哦，套房哦，很大，很大。榻榻米跟两张床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备品，就是有这种 espresso 这边雀巢的浓缩液，然后水，他们的饭店水好像都给这个哎，那它的杯具很漂亮。还有副酒，但这个应该都要钱，应该要。对啊，我们楼下没喝过就算了。然后这边应该是鞋柜吗？还是什么？有两个。很大间呢。哦，它还有副。浴袍吗？对啊，它是还很大空间，它是混搭魔术大空间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厕所啦，厕所那一个很大间很大间，很大间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。哇，我刚才骂脏话，也太大间了吧？这也太大间了吧？哦，这边就可以泡澡啦，它弄成这个可以坐在这边洗澡，有点像就是去泡汤。可是他干嘛放这个？没有人会想要出来，然后还讲体重的。快点！你觉得泡这个温泉怎么样？很舒服。很舒服吗？对。跟上一间比，我比较喜欢上一间。我也是啊。对。这间很普通哎。对。它是只有一个词，它很无聊哎。对，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录呢？原来是你。对啊，还好吧。刚泡完那个汤，我是傻眼的，因为它这个，我们就从入住这个饭店开始，我们就是满满的仪式感，就是进去就很漂亮，就是我们刚进饭店觉得很漂亮，比上一间漂亮很多，然后它浴袍也是这种很漂亮的，结果进去就一个词，没错，气到像连门都不会开。哎，请进。挡好挡满，休想太素颜了。我们现在在日本香根的雕刻美术馆，大家都在记录这个下雨的时刻。我们等一下冲过去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好，冲吧。我今天要